狗暴冲的话，冲击力度非常大，不要说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哪怕是一个成年的男性，也非常难控制住这种大型猛犬。狗只要一旦挣脱狗主人的束缚，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，直接撞倒路人，甚至把狗主人直接拖倒。为了防止狗狗出现意外，处理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，一招就可以搞定。狗的牵引绳有很多种，为了防止狗狗出现意外，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牵引绳，叫做披链。披链就类似于这样的牵引绳。这样的牵引绳它有什么好处呢？狗往前冲击力度越大的话，这只绳子它会抽得越紧，会把狗狗直接勒住，勒住之后狗狗就会感觉极度的不舒服，这样狗它就会防止往前暴冲。像其他的牵引绳它是起不了这样的作用的，披链这种牵引绳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止狗狗出现意外。如果你家也有一只桀骜不驯的狗，给它选择披链，出门遛狗就会变得非常轻松。